不紧呢，我待尔等不薄，何人烦我？只听七言，不听众将之计，何谓不薄？任意伤人，鞭挞部下，还言不薄？ 吕布，你今被擒，还有何话？命公近日寿了，奉先不肯救服啊，焉能不受？ 二有何言？拉下去斩首！公为座上客，不解下囚，何不发一言而相救我？ 不过吕布尔，不仅愿降明公，公为大将，不复之，何愁天下不定？玄德公，以为如何？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？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？来人，在！拉下去一死，而后枭首。刘备，奸贼！吾乃天下最无信义之人。 吕布，你难道忘了辕门射戟？辕门射戟，吕布，匹夫，此则死而何惧之有？建安三年（公元198年冬），曹操终于如愿以偿，扫灭心中之患吕布，又收降大将张辽，命车骑将军车胄全领徐州。 自此，曹操势力愈大，威望日隆。